癌症年轻化，这年纪罹患甲状腺癌。第一个女生，她那时候19岁，她曾经因为那个甲状腺功能抗体在吃药，这2年之后就痊愈，这3年也通通都没有复发。很累的时候都是这样东摸西摸，就躺在那边休息。哎，摸摸说，哎，奇怪，怎么好像这边有一颗？穿过一照，用那个细针一穿刺抽出来，就觉得那细胞不大对劲。这边告诉我们是恶性的甲状腺癌，要把2边的甲状腺通通都拿掉。这种病人以后就是一辈子要吃那个甲状腺素。19颗呢？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